现代是越来越讲究创意甲发明的能力。南投县政府为着要让学生来学习，向教育部争取到自主教育示范中心的计划。今仔日伫南投市的康秀国小正式来落成启用，依照县内观光发展为起点，透过教育的创新应用，搭配着科技的辅助，教出来引导囡仔有创作精神，并且嘛透过家己动手做。培养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能力，相当受到各界肯定。对着音乐声，学生甲台顶的机器人同齐加舞，是输人唔输阵。科技化的展厅，马上过南投县自主教育示范中心正式来启用，将以南投县康秀国小作为推动的学校，结合县内十五间学校，未来培养小小的创意发明家。小朋友在学习过程里面。有更好的一个发展，所以希望透过这个中心来启发他们的一些最新的科技观念，另外在实作过程里面也让他们了解如何去参与，如何去制作。这几年为 3D 电影的技术跟机器人城市设计加订定，在全世界都快速研究发展当中，顺应着这款流行的趋势，南投县政府用心来争取计划，以大约600万的经费打造示范中心。我们期望的就是说，学生今天学到的知识，在跟生活中看到哪些地方需要去做改变的，比如说我们南投，观光南投，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手作的窑，有很多的家具木材，但是这些的东西如果跟我们数位科技去做结合。他可以发现生产的方式不一样，想象的方式可以实现。是透过声音，透过。会中真侪间学校，嘛来对很学生创业表现，亲像第二个小，佮产生传统瓜椒的工具，利用科技取代，减少人力支出，或者是操动各种开发学生无限创业 3D 电影课程，拢相当有看头。像这个螺丝，如果今天你家里所某个零件坏掉了，市面上已经绝版的时候。你只要有那个概念，你就可以找出它的大小，然后自己设计出像这个螺丝，它印出来之后，跟市面上的螺丝一样，然后可以很滑顺，很容易锁进去。打球类运动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又是需要球的机器，然后所以就会比较大的兴趣，想要去完成。因科技的发展对未来生活所带来应用。南投县政府全力来支持配合，让囡仔有较侪学习，同时嘛会使应用伫生活甲观光遮个部分，创造双赢局面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